迎收睇曲线音乐节目《劲曲金曲》，我系李君雅。事不宜迟，即刻为你揭晓本周劲曲金榜。哦，原来 iPhone 系抄强国手机嘅，叫出嚟唔好咁样噶啦。知唔知抄人系唔啱噶？第十位 ，Hey Jobs， 张靓龙。Hey Jobs，you copycat，take your iPhone from from America。Remember， 比赛好几个方法，为何就他谁 copy China？ 下一次中国申请到奥运，用咩做吉祥物好？帮你谂埋啦，我会拣张雨成。第九位，爱意二零一六 ，Ben 雨成。一声你愿意，一声我乐意，建制永不会屈服。一声你愿意，一声我乐意，爱国永不会停止。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有什么分别？就是公立医院可以用公立医院的价钱用私家医院的服务咯。不过是他只得。第八位，食欲健康，谭议员。我不要做下等病人，又对我不排满失神。如果有病会问高层，我不要千金百银，也排斥过普通的市民。有些台约好晒访问节目都要临时咳，有些台就不怕死地去采访真相。希望香港多些有种的电视台。第七位，小城电视，兼赵学而。当 ATV 广播也要终止，十秒后世上却人欲表新电视，能从头开始，紧紧 remote 我愿意。这几天网上疯传张黎明和许志安的陈年合照。哇，黎明三十年前已经这么英俊了，为什么三十年后可以更英俊的？第六位，我爱黎明 Melly， 三大天王。而每过一天每一天我飘车，便爱礼多些再多些至满些，我发觉四球无如细姑姐。一间公司除了财神之外，最重要都是有关公保佑，等关公显多个灵再醒你两招啦。第五位，关公偏头痛，周公关。与其请交通不必不可才能沟通，简单的战术与神的老鼠基本功，过期的声音换成了去厕所抽痛，你说的内容和命的从容，你有的宽容，这些都该痛。嗱，香港人睇少啲禁书，唔好嘥时间睇新闻，俾心机 O 多啲 T， 咁就可以买到楼啦。好似系。第四位，港珠兼张崇基，张崇德。有钱也有空，若要得了自己屋企可以种，何谓种拗啦？我要一个种。为了配合局长沉默的形象，他的街头肖像雕塑都由大口改成了细口了。为军哥，垃圾桶卢巧手。如果我掉半张废纸，掉了善意，如果再掉个空罐子，掉了会有分。这位歌手昨日就去了被取消表演的原地免费开 show， 好彩啲有种人都逼爆几条街。亚军歌《废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兼何韵诗。我变做了废铁，但未完全胜利，退就马上食个你，我单想可以赋予东方之慈禧，贱卖我那颗心就无望。看回一张三十年前的旧相，原来这位许员工后生的时候都挺俊俏。又原来标准工时都是由八十年代争取到现在，香港的打工仔都还是三十年如一日地流泪啊，继续做。本周冠军歌流泪啊，继续做许员工。
我们已应称翻工的痛，却听命竟废的高层。我们太妄想今晚放走，做到运挨到短命。来吧，记住四面布满杂务，揸住个快乐，对住条麻甩佬，流泪也继续做，别身有眼疲劳，没有另一半继续傲气到明天清早，流泪也要服务，别再被感恩的报酬吓到，宁愿再偷生到明早。